这次把上两次的本来想用另一个方法使大家了解的，我搞错了，反正给大家搞糊涂了。这次用生命科学的直接的表达，意思清楚一点。刚才还讲到欲界，这个欲，这个世界是欲望的世界，是人类古今中外的历史，历史的演变，政治的清明，人类永远有战争，社会上人与人之间永远在争斗，都是欲的关系。刚才提到欲界的欲是男女关系的简单浓缩，所以释迦牟尼很伟大，他把它分析得很清楚，包装好告诉我们，大家看不懂。详细的分析呢，除了欲、笑、是、交、报、去以外，详细的分析非常科学的，也很文学，也很哲学的，叫做色、声、香、味、触，太精细了，没有办法给诸位在普通一个演讲课程之下讲得清楚了。这是欲这方面。在我们普通现在就西方文化、中西文化、古今文化的夹杂，大家都讲爱生啊，啊爱呀、啊，带孩子爱，完全搞错了。中国文化几千年以前，至少我今年90多了，在我小的时候，提到爱字，没有听到过。如果讲爱字，小孩子说就会脸红的，因为爱字想到是这个欲，那个字讲仁义道德啊，做人。这个爱是什么呢？爱，西方文化呢普遍讲爱，爱孩子，我的爱心，什么爱心？爱就是占有欲，我的孩子。我要我的孩子怎么好，望子成龙，望女成凤，男女结婚了，我的老公，我的太太，非常爱占有，我要的你可一点都不能动，不能分给别人啊，占有欲叫爱。爱到极点是望子成龙，望女成凤。我常常说，现在生一个孩子们，吼、哦，即使家长父母们错了，自己没有成功的希望，自己没有成功的目的，都加在孩子身上。自己这一辈子没有发财，希望孩子长大了不要受穷苦了，赶快给他好的吃、好的穿，都害了他，不能使他教育成人。啊，希望没有做官的将来做大官，出人头地。像我们的父母，我们上一代不讲这个，啊，只问你的教育，教育孩子成人没有，变成真正一个人，没有问这些。现在这个都是错误，占有欲，啊，爱是占有欲，爱。所以佛学归纳起来就属于贪嗔痴三个根本问题。贪心，我就是为我，我要我的孩子超过人家，比较不晓得自己生的孩子，你的基因，你的遗传啊，你的生命是不是健康，比如自己身体是生命有病的，遗传给孩子将来有问题的，就不管，只要求学得更好，越来越糊涂。最糊涂的教育啊，一般现在青年中年的
家长们自己受的教育已经是一塌糊涂的教育，对把自己受的一塌糊涂的教育的习惯又要求后一代，所以对这一代的文化教育后代怎么办？爱的教育，爱是属于复习的归纳之位，贪贪爱贪心嗔，爱到极点做不到就恨，相反的是爱恨嗔仇啊，感情达不到的就变成反面仇恨了，爱恨嗔仇，爱的结果，爱是贪嗔痴，痴就是迷糊，一塌糊涂，自己搞不清楚自己啊，尤其现在这一代，我非常担心，这个国家几千年的文化，宝贝的东西太多，自己不知道，一味的倾向于西方，一味的倾向于西方的文化，自己也搞不清楚，不中不西的，尽量把孩子们，啊，中国型的孩子，中国根的孩子，送到外国去受到，受到请不伦不类的回来，他贡献国家社会完全的捣乱，这我的看法不一定说对啊，但是我可以把我的情感告诉大家，非常值得悲哀，属于痴迷的状态，根本不懂情。譬如说什么是情呢？父母爱孩子，包括年轻人，这个是情。你看老人父母，我们都是人生父母养的，回想我们的父母，不管你怎么样穷苦，怎么样说问的父母这么好这么坏，带孩子没有不爱，虽然说有时候他没有文化拼命骂这个孩子，他心里是痛苦的，是爱的，那个情很难懂。所以我们自己现在有句情语，养子方知父母恩，孝道怎么去了解为什么要孝父母，他是古人的一句话，哎呀孝很难讲，举非是养子方知父母恩，你自己做了父母，亲生带大，不是现在啊，现在医院一生下来是交给护士带大了啊，然后抱到家里交给奶妈带大了，啊，由奶妈手里头交给保姆带大的，根本不是你带大的，那个情形没有了。真正的教育，父母是亲手带大，像我这辈子也要住生满堂啊，我的儿女是亲手带大的，带大以后告诉他，哎，一个人送一张大学文凭，几百块钱出去留守着，你长大以后你不要孝顺我，我也不孝顺你，这是我该子生的优等，你问我的同学们都知道，地球做到不是开玩笑，所以孙子们来看我，你是谁呀？爷爷，我是你孙子哦。谁的？你父亲谁？哦，好，知道了。还是你管你的，我管我的。啊，我教父孙子们、儿女们，同教父同学们，同教父社会上的孩子们一样，等等，都是人嘛。为什么一定要我的孩子好，别人还是不及我的孩子？人家孩子好更好啊。那这个道理。所以说，爱父母的这个情啊，那么为什么要孝道孝顺？我们回想一下，养子方知父母恩，我们回出来带孩子那个爱，你是真带父母那个爱，你做到吗？你把孩子抱到身边，又亲又热，皮肤又嫩又舒服又活泼又可爱，你回去抱到妈妈爸爸每天玩一下，这样做到吗？做
那个老骨头，那个味道，老人的味都很讨厌的，对不对？根本不懂情，就是下念的情，广念的情，对于社会、国家、文化这些情，所以没有。所以你现在看到社会福利的进步啊，教育的物质的文明的发达，大家你们的父母们都很爱呀、啊。爱了怎么样？老年人辛辛苦苦，我说替中国的痛苦悲哀，我看到，我也是乡下来，所以我一辈子对不起父母，啊，独子，我也是独子一个孩子，父母把你培养出来，很辛苦把你培养，可是我离开十七八岁离开，到现在没回去过，啊。这个的父母，现在的父母老了，比如说老年人坐在一起，生活看得很好，非常可怜的老人，社会鼓励要福利，两老坐在一起，过去两个荷尔蒙，孝孝事交报出那个欲没有了，不行了，上海话讲不来的了，没有用了。啊，那爱呢？看看你也衰老，我也衰老，没有什么可爱。一下眼睛看不到，一下生病去挂号，累得要死，彼此累。两个两年了，两个人老了，没有感情，坐在一起，你一个电视，我一个电视，你爱看这面，我一看这面，哈，我笑。现在的老人可怜的情感。流泪眼观流泪眼呐、啊，断肠人对断肠人，就是这么一个社会，啊，不懂得情，所以再说情而已。那么这个他爱的呢，就严重了。现在爱恨情仇，孩子们讲爱，爱的是电脑，爱的是博客。爱的还有什么？哦，很多很多。他根本爱的是无欲，要求父母要这样，要那样，都做到了。父母真付出了很多的爱，再有的私心的满足了。大家好，凯利策略推出了策略顾问服务。我们下面来回答几个问题。第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要做策略顾问服务？大家都知道我现在在打团队，我通过团队合作当中呢，我就发现每个人都有长项，他有一些投注点上面的心得或者是熟悉的图形。第二呢，每个人都有短板以及盲点，他下注啊有时候甚至是违背牌理，筹码呢也不合理，再就是呢风控的这些理念模糊，这个没有指标性的操作。我通过策略教学呢，又发现玩家很难彻底转变他的思维惯性，有一些根深蒂固的理念和习惯的作祟，玩家呢也偏向于注重于打法而忽略系统性的策略，就变成了学到的新打法事实上不适合自己，邯郸学步东施效颦。玩家呢靠自己发现错误来纠正错误，盲点太多了，很难自己在自己身上把问题找出来。最后再就是缺乏指导性的、督导性的、监督性的实战训练。那么我们推出的策略顾问服务怎么做呢？将会这样来做，首先是保留你擅长的、你喜欢的，我们不会去，作为顾问来讲，不会去破坏你优质的部分。我们帮助你发现问题，在这些问题点上我们双方达成共识，我们提供优化方案并且帮助训练你。那么在流程方面呢，我就不多讲了，大家看这个文字。我们具体的服务内容就是，首先给您提供针对性的，根据您的诉求提供针对性的分析和方案，然后我们通过视频或者是语音对方案进行沟通和讲解，如有必要我们会提供凯利策略的部分视频课程，然后再对你进行监督性的强化
实战训练。我们的服务项目呢，就是这里列表的1、2、3、4、5、6，我就不赘述了，大家有别的需求也一样的可以提出来。为什么是凯绿策略你可以来做策略顾问服务？这一点呢，我可以毫无避讳的跟大家说，首先是我的实战经验，在多国各个赌城赌场的实战经验，这是大家在视频里面也有目共睹的。我的策略设计能力这些课程，如果您有接触或者说看过我其他的一些视频的朋友们应该知道，包括我的知识面，我对策略和玩家的观察交流，我可能也是比很多人要多很多。教学的讲解能力，我认为我是可以把它讲得比较清楚的。那么同时我们凯绿策略拥有策略分析工具与模型，这就是我们的联系方式，微信和 email， 这是我们的服务价格，谢谢大家。